Aulora BEYUL 产品。 Aulora BEYUL 有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哦，这个是 cleanser，OK，cleanser，moisturizing lotion， 这个是我们的 lotion， Aulora BEYUL， 安瓶。 This is moisturizer. This moisturizer. This moisturizer is day 的 day use. This moisturizer is night for night 的，我已经用到差不多要完了，我还要再醒了。这个是 spot cream。 For acne 啊 ，for blemish 啊，都可以用。这个是我们的 mask， 一个星期可以敷两三次。这个是我们的 sunscreen。OK， 我现在要简单很快的带过关于我们这些 Aulora BEYUL 的产品哈。我们这些产品什么那么特别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些产品啊。 Her moisturizing, very very suitable for sensitive skin. 我前两天有做一个 video， 很简单的 video， 我在洗我自己的脸，用这个 Aulora BEYUL 的产品。可是我那个 video 很萌呐，我那个 video 很萌，所以我现在还要再做过一个 video。 可是今天 video 是有一个模特儿，我有一个模特儿。 然后我现在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Aulora BEYUL 产品哦，有什么这么特别 ？Aulora BEYUL 啊，它的产品哦，全部就是没有啊 ，artificial fragrance，artificial coloring，lanolin oil，mineral oil，SD alcohol，parabens，comedogenic ingredients， 还有 animal byproducts 都没有这些。 好，我们是有说明书，然后而且是有六个 international patents from 这些国家，哦，有这些国家 ，Korea、 China、 Europe、 US、 Japan、 Canada， 哦，我们都是有这些国家的 patents。你假如说你的皮肤哦是非常非常的 sensitive 啊。 If you have very very sensitive skin, I highly recommend you using our Aulora BEYUL products, our whole range of skincare. Okay, we all know that skincare is very important. It's one of the routine that we don't skip, especially if you want to look good, and especially if you are concerned about aging. So, skincare routine is a must. 这个是不用讲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用 skincare products 了哈，每个人都有用。 重点是你用的是适合你的皮肤吗？假如说你觉得你现在有打算要换 skincare products， 你不妨试一试我们的 Aulora BEYUL， 它的 ingredients 真的是很好，而且是没有香精，很猫的，很猫，所以用了也很舒服。OK， 我今天我的指甲有点黑黑的，是因为刚才我去 voting 了哈 ，exercise our rights as citizen，OK，、okay? 然后现在我要。 带我这个 model 来跟他做一个 demo 哈，我等一下会跟他涂，我用 ampules 还有这些 moisturizer 来涂他半边脸，我们看一下他有什么 effect on 他的脸，有用跟没有用的 effect 哈。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美女。哦、oh, ，Hello， 你们好。<笑> OK， 现在我就是要跟他洗脸了哈，就是用这个。 我把东西全部放过来这边，先洗脸哈，跟他洗个脸。这个 cleanser 我每次就是用这样多哈，这样多，放一点水。 我吃了这么大，我第一次帮人家洗脸，
第一次帮这个美女洗脸，这个美女不是叫妈妈。我吃了这么大，我第一次跟我妈妈洗脸。我长这么大。我吃了这么大，我长得这么大。我是有每天帮我自己洗脸啊。我不是一个很专业的在美容 ，but 我很 take care of 我自己 the skin， especially 现在因为年纪大了，然后signs of aging， 所以呢现在要开始 take care of 自己的脸 ，take care of 自己的 skin。你看你这个用一下子哦，你会觉得它开始干了，你再放一点水它开始又出很多泡泡。这个 cleanser 我很喜欢，因为它很猫，用了过后啊用了过后脸不会觉得很 tight， 你的 skin 不觉得 tight。 然后我现在再加一点水，这个 cleanser 我很喜欢，因为用了我不会觉得我的 skin 很 tight、其实呢都可以 massage 啊，因为我这个是我洗脸，这个是我 normally 这样洗脸啊，就洗一下给它干净哈。然后呢，跟它洗掉。好像我现在是用布，我 normally 是冲凉时候才洗脸。所以呢，我 usually 在家不是这样做的，我都是这个只是 for demonstration 哈。我弄湿这个布跟它脸，洗干净。你提前买多少钱了没？那我用顾客本，就给他掏掏出来。这个开色洗好过后脸不觉得紧紧的，我很喜欢这个开色。我之前是用其他 brand 的啦，然后那些 brand 其实我也是有用过 supermarket brand 的， supermarket brand 的那些用了啊，洗一下感觉脸是紧紧的，脸感觉是很紧绷，可是很便宜啦， supermarket brand 的都是很便宜的，一条才几十块不了。可是问题是洗一下越洗感觉那个脸越来越多皱纹，我就不懂，我就觉得我还是用回这些产品比较有通过那些 clinical studies 来用，自己用两个比较安心。我现在只是 make sure 我把妈妈的脸洗干净一下哦，等一下我还会再用口灯跟她洗过。我妈妈是第一次用 bio cleanser 了哈，她之前都没有用过 bio cleanser 哈。现在是用什么 brand 的？其他 brand 的？现在用意大利 brand。意大利 brand 的，有分别吗？感觉？意大利 brand 的，我妈妈是很 concern about skincare 的 product， 所以他没有乱用的。他不像我这样会很 adventurous 的时候会去用其他产品啊，even 都不懂那些产品到底是 OK 的吗？我会比较敢试，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敢试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皮肤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的 take care。我现在用 cotton 来跟它干净一下，再烫了哈。然后用 dry cotton mask。Okay, 感觉怎么样？凉凉的，凉凉的。
现在我们是用 lotion， 这个是我们的 lotion， moisturize lotion， 我用两个 pump， 想要顶他了嘞。OK， 我用两个 pump， 我今天是跟他涂一边， 没有涂那边。 OK， 我跟他涂这边先啊。 我们现在只 demo 半边脸看一下，他用了 before and after 有什么分别哈。 我妈皮肤蛮好的哈，好彩我要感谢她，她皮肤好，她怀孕的时候她也吃得很好，所以我皮肤也是蛮 OK 的，所以也是要保养。你皮肤虽然生出来时候是好的，你没有保养的话，以后也是。现在我要跟她拍一个照先哈。 等一下，我看 before after 有什么分别。OK， 现在我要用 ampoule， 这一瓶很好，这个是可以帮你 lift up 你的皮肤，这瓶东西很 power 的。你要用这个，然后来用刮痧板来推你皮肤上去也是可以。可是我今天没有刮痧板，我现在就是用。 一个，那你不怕伤，想累了？啊，累了。OK，我等一下看一下它有那个 lifting 的 effect。 你要的话也是可以用刮痧板哦，然后在那边慢慢刮，给你的那个 skin lifting 的 effect。 我摸一会儿，现在也很快。你家那个有吗？你刮痧板也很厉害。那可能。那你有什么？你们有什么 device 啊？可以用在脸上啊，来推那个脸上去都可以用的。可是我们的，我们 Be International 也是有出一个刮痧板哈，很好用。现在我有朋友在用这。 现在我们就放 spot cream， 这个 spot cream 你可以涂在你那个 blemish 或者是 acne， 或者是你要保养的话，你可以只是涂一点，薄薄的整片脸涂掉咯。我有朋友这样用呢。 然后呢，现在就可以用 moisturizer。我们的这个 day cream moisturizer 会比较水水的，可是它不油腻。OK， 涂上去，稍微先。我妈脸都蛮皮肤都蛮好的，所以很滑。 你可能你看到哪个 difference 吗？看到没有脱水吗？